就黑门气的。这个黑粉气的这天呢，可咋整这天？拿着黑粉的啊，黑粉，我首先感谢你，我能拿到这个奖牌，感谢一级工、二级工、三级工家属还礼。首先我真是说心里话，今天我挺感动的，感谢 B 站这么维护我，是不是？刀匠刀哥以后更加努力，更加进步，希望我能成为百大主播。我有你们才有刀哥的今天。你说这要是杵个刀哥的照片儿，这啥框的是？哎呀，我真的感动了，谢谢你们这么支持刀哥，没有你们，你们都有责任，没有你们，刀哥也不能得上电视。我太高兴了，感谢哔哩哔哩给我主持机会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太高兴了。那刀哥今天必须飘起来了哦！你骚呀！刀哥也能得小电视，你们都有责任。哎呀，真高兴！恭喜啊，恭喜道哥，谢谢谢谢谢谢兄弟们啊，哎呀挺好啊，该说不说啊，谢谢这个 B 站啊，谢谢 B 站啊，比里比里站给我发的小奖牌，谢谢，真好啊，哎，人的人的，这是我也就看了三千遍，恭喜您发现了镇站之宝，不就是乞丐吗？拿去吧，为 UP 主打造前方的高能，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，前方美颜暴击啊，化作生无路毁路 B 站，感谢所有粉丝们给大佬替查了，哎，小黑粉们，你们是气败坏了，说我这个是假的打造的，是不是啊？真好，你看看啊，这个 B 站的董事长啊，他都给我签字了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，老铁啊，感谢小菜菜啊，我念一下啊，二次元刀匠刀哥，感谢您一路坚持与不懈的创作，终于在哔哩哔哩达成十万粉丝成就，这是您创作路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你的成碑，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您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用户的认证啊，我会全心全意的保护二次元刀哥啊，他们中的人很多人逐渐成为您虚实系的室友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，刀哥我一拳打死我妈，别，一拳干啥打死你妈，别闹啊兄弟啊，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你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用户的认证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成为您虚拟世界的室友，为您每一次啊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而发起应援，或许在哔哩哔哩进行创造
的日子也已经成为了你现实中很多的组成的部分，因为对创作的勇敢尝试和不断的坚持，您在比利比利大的世界里开创了一片属于你的小天地，成为了相关兴趣领域的什么玩意儿什么者。与此同时，你也是兴趣圈层的有很多的什么构成的 number one， 在您在比里比里站的平台里啊，你一拳打不死这个小电视，但是小电视啊也不能打死你，因为泰森的出现啊，你创造了比里比里站的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刀将刀割。